现在人气最高、最火的萌儿，应该就是戚薇跟李承铉的女儿 Lucky 了。因为参加优酷独播的综艺节目，想想办法把爸爸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，凭借其可爱的性格而圈粉很多人。喜欢 Lucky 的人应该都知道 ，Lucky 也是一个十分爱美的女生，而且对口红尤其感兴趣，甚至还经常因为口红跟妈妈吵架，弄得李承铉也很无奈。每次戚薇跟女儿吵架的时候，李承铉只能在一边看着。小 Lucky 火了，关注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。现在戚薇跟李承铉参加活动，总是会被问到女儿 Lucky。 最近李承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被问到 Lucky 有没有什么缺点，李承铉想了一下后认真地说出了 Lucky 的缺点。李承铉表示 Lucky 的缺点就是不懂得分享和喜欢发脾气。李承铉解释道，可能是独生女的关系，所以 Lucky 很喜欢把这是我的挂在嘴边，不会主动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，还经常会发脾气。不过 Lucky 发脾气的时候从不会动手打人，只会发脾气生气。看来 Lucky 平时一定是没少发脾气的，不然爸爸李承铉也不会公开说女儿爱发脾气。不过爱发脾气的 Lucky 也还是很可爱的。免责声明，图片来源于网络，文章为作者原创，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。